台北医学大学社会医疗服务队一天来到北寮兴华国小举办为期四天的夏令营，除了带小朋友玩游戏体验 DIY 以外，也有各种为教宣导活动，让学生做着活动学习健康知识，在暑假期间有更加多学习的机会。那你回来我都二婚了，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在台顶演戏，向学生宣导反霸凌的观念。台北医学大学社会医疗服务队这天来到北寮兴华国小举办为期四天的夏令营，除了带小朋友玩游戏、体验 DIY 以外，也有各种的为教宣导活动，让学生借着活动学习知识。请问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这个北医的夏令营？想说营队应该蛮有趣的，参加看看。那他们带这么多活动里面啊，你最喜欢玩哪一种？出去玩，因为我喜欢出户外运动，跑来跑去很好玩。你来参加夏令营啊，做了哪些活动？跳早操，然后自己动手做 DIY， 然后还有一些知识，比如说什么反霸凌。那你觉得来参加这个啊怎么样？我觉得很开心，还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会陪我们玩。这次营队活动非常丰富，不仅有静态知识宣导，也有动态游戏和活动，规划各种不同款的内容，就是要让学生可以过一个趣味的暑假。那我们是台北医学大学的社会医疗服务队，那像我们的话就是小朋友娱乐营的科学卫教组，那我们就是负责办小朋友的娱乐营。那娱乐营的内容可能包括就是卫教啦，或者是一些陪伴小朋友的游戏。那我们的游戏可能分成什么运动会啦，或者是水大地游戏都有。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活动来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学到正确的卫教知识，就是可以先预防，就是预防大于治疗这样。然后可以就是透过陪伴小朋友，就是让他们可以有个心理的成长。兴华国小表示，台北医学大学的同学为着这摆夏令营，为今年四月就开始准备安排课程和活动，小朋友嘛拢真介意。非常感谢台北医学大学的社会医疗服务队。非常感谢这次北医的同学呢，来我们兴华国小办理娱乐营。那他们很辛苦，从四月多呢就开始筹备。那他们的课程设计非常的用心，这尤其带给我们偏向孩子有许多卫教的活动，那融入了很多的活动跟 DIY 的，让孩子能够在活动快乐中学习。透过夏令营来学习知识，也认识真侪朋友，让兴华国校小朋友暑假变到真趣味。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